先从那个剃毛开始哈，然后从胸骨柄在这边哈，然后逆毛往上剃。我就是把剃很短哈，因为它剃很短，它剃我。嗯，先用两咪逆毛剃哈，就整个下面要剃掉。嗯。好，那这边侧面有两个剃法。嗯。好。哎，不要吵。弟弟，一个是耳上部根，嗯，直接剃到口角哈。那现在那个法国他们那边，法国那个有一个专门在养贝林根的那个，他现在剃法是，嘿，他是从耳上部根剃到眼尾，然后转一个圆弧到口角。他现在是本来是这样剃嘛，嗯，然后他现在是到眼尾，然后这边转一个圆弧，所以我现在要剃他这个新的剃法。因为我看他的剃起来很漂亮，嗨，嘿，嘿，嘿，就是，眼尾哈，眼尾，就过来哈，好，这头小在这边哈，然后就从眼尾这边画一个圆弧，剃这个，叫圆弧的哈，如果你不会的话，就不要剃那个哈。好，那就是剃掉，逆毛剃掉，剃到耳下腹根，剃到刚刚那个胸骨的地方。好，这下面这边全部都要剃掉。嘿嘿，嘿，嘿子。这个要把它拉开来，这里要拉开来才能剃哈。到头角这边。好，麻烦你那边。嗯，先剃到眼尾。嗯，因为这个是比较长的哈，嗯，比较没有那么快速剃好，然后再拉到口角，然后口角用圆弧的拉哈，好，剃成一个圆弧形，对，对，然后这边打开了哈，这下面全部都要剃掉哈，然后把这个拉开了，哎，哎，黑子。好，可以哦。我这个要剃干净。嗯。因为它会破我们，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要剃它。好，来，起来，起来。嗯，我这边把它剃好，交接好。嗯。嘿，嘿。我下腹根好，交接好。嗯。哦。这边都要剃掉哈，上面要剃掉。然后这边呢，这边，嗯，等下用剪的话，这边不要剃哈。好，我看一下，好，好，好，这边还要再剃一下啊，快速剃一下。好，嗯，来，我们现在先剪头哈。嗯。今天你要练习用那个别的口来剪。好。那我这边快速帮你剪一下。凯子，好，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哈，是整个这样直线，嗯，好，那再往后面哈，好，剪下来哈，这直线哈，然后再来这边，嘴巴合起来哈，下面这边，嗯。稍微剪一下哈，从这面看这个样子，但是这有点圆弧哈。然后这个不能往后推，因为它看起来脸很长，嗯，好，所以不能往后推去剪。要往前。对，然后再往前拉哈，然后这个不能这样推进去哈，就是要这个平面不能这样推进去剪，不行哈，因为你这样推进去会变短，鼻子会变短，不可以哈。所以你要往前哈，然后你剪的时候就是不可以低于鼻子的平面，哦，就是在外面这样圆的这边剪，懂吗？就是这样，这边是同一个平面，然后这样剪一个小圆弧上来，然后这边是直的，这整条线是直的，拉到耳朵后面，然后接颈部，这整个都是直的。当它你看的时候，它是整个，嘿，
好，整条线都是直线。对。好，懂吗？好，两边都要这样子。好，你先暂时。好。这可以拉到很后面。剪到后面。对，这要整个耳背拉过去，哈，要整个后面拉过去，好，好再弄另外一边，哈。就你剃完要赶快把它做，哈。嘿，黑子。好，好，好，那你坐下，那你坐下，乖。好好好，这时候呢，就在眼尾这边哈。眼尾。因为我们刚从眼剃到眼尾嘛，对不对？好，那你就小心一点哈。然后剪到耳背哈，这个耳朵这边剪到没关系，因为等一下那边要剃掉。哦。记得了吗？哦。要剃多少？剃上面剃掉三分之一。回去查哈，好，今天没有要剃那个哈，那这边小心他舌头会伸出来，所以你手要挡在嘴巴这边，才不会去剪到舌头，懂吗？懂。那有点小圆弧，小圆弧就好哈，就是这样子下来是一个小直的，然后有一个小圆弧，因为要拉长他的鼻子哈。然后这个地方，嘿，黑子，就整个你要从这边看是直线哈。整个是直线，记得了吗？记得。好，先暂时把那个大概剪起来，等下再做细修。孩子，你这样拍有清楚吗？有。好，孩子，好，那记得把嘴巴的毛都要把它拉出来哈。嗯，好。嘿。嘿。哎呀。嘿。孩子。孩子，这边是下面毛的吧？小边剪。哦，有没有拉出来哈？这里面都是，嗯哼，剪干净。下面把它都剪掉。嗯，那这个都是。好，剪好了。这时候呢？嗯。这个地方的毛要整个是在鼻子这边，不能推到后面，懂吗？哦，要在鼻子推到前面吗？嗯，就是在它同一个鼻子这边。那如果它鼻子比较短的时候，你就要往前哦，往前一点，然后做那个修剪的时候做视觉的效果，嘿。因为他们现在剪就是整个鼻子要那个整个头要很像外星人这样很长这样子，好，嘿。把它闭起来。好，整个直线哦，哈。嗯。整个直线，拿过来。嘿嘿嘿嘿。哎。好，我先把它眼睛这边弄一下。眼睛。我先把它这边的毛先染一下哈。眼睛要怎么剪？斜斜切进去。斜斜的切，不能剪到外面的毛，就是眼睛这个地方，你要让它露出来。然后这边会弄到的地方，把它稍微修一下。嗯，这样它看得到吗？等一下，那要再做细修哈。现在我只是先把它会扎到的地方先弄起。嘿，嘿，孩子，过来一点。孩子，危险哦，你不要动哦，孩子，动眼睛，哎，是谁？危险，是谁在下面乱弄？弟弟，孩子。孩子，不行 ，nice。孩子，直线哈，这边的直线，好，我们看到整个变很长，
你朝这边看，有没有很长？有。哦，好，我现在换剪刀，因为那个太长了，哈，那个剪，等一下会一不小心会有问题，哈。你看我现在拉长它整个头部，哈，有没有跟刚刚比起来，线头变很长？对。好，好，那我现在要把它做修饰，哈。嘿，嘿。这边就是类似我们在做那个甜甜圈，这边就是做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哈，懂吗？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转，记得了吗？甜甜圈不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转吗？在这边，对，所以这前面是这样转，然后转上去哈。这边也是，好，那因为它毛很黑哈，所以你用那个方式可以把那个黑色的毛做改。就像上次做比熊那个一样哈，好，这只是细修的，它比较细，好，那这整个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做起来，往上，都可以，哪只？没有另外一只。这是比较粗的哈，那我现在要做整个做起来哈，好，做好哈，做，哎，不要动，好，然后把画面变成，好，那我们上次有。看过那个图形哈，对，来从侧面哈，侧面它是这样子过来，再这样子过来，你记得吗？就是要这样子整个过来，所以你这侧面，侧面在剪的时候，你要这样这边，像这边，我现在剪这个头的侧面哈，所以你要这边要整个，这个弧度做起来转圆，整个做起来。哦，这整个要做，乖乖，那你蹲下来，你蹲下来，你蹲下来拍，好，懂吗？要这样子的图形，好，这边也是哈，今天稍微修一下，然后下次细修再做，嘿，嘿，嘿，你看现在又头又更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头又更长？有看到吗？好，比刚刚又长很多。好，好，那我们刚刚有做这个地方哈，那你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你这边做完这个线条的时候，你这边就那边，这边不是直的吗？哈，那整个是直的，那你这边还要再做包进去，这边也是一个圆弧，懂吗？哦。好，那变成是这样，还要再做。哦。变成一个这样，像椭圆形。那因为我上次我把它做好，你今天先赶快把头学一下。那你明天就用贵宾先练习一下，好，明天那个拿铁那个头。拿铁。对。嘿。那后面。后面那个还。这个都还没剪，怎么接后面？你几乎都还没有剪啊！我今天只刚刚把头给你学一下，你明天就要练习那个剪头啊。好。然后这边是接到你后头补端之后再接颈部。哦。好，那个要等那个其他部位剪完的时候，你才能做那个地方。对。好。嘿嘿嘿！不要动哦，剪到哦。啊，记得刀法要看一下哈，这边是这样剪。都是转圆的剪，你看你要注意看我的手腕都在转圆，有没有看到？你手腕如果没有转圆，就没办法剪成圆的哈。好，那记得重点就是这边直的，这边直的，然后这边是圆弧的，然后侧面是这样子，好，在那边剪完哈。侧面你要蹲下来看，蹲下来看有没有看到这样子？有没有？哈，这边还要再剪短一点。还要再剪短一点。对，这前面还要再修，这前面太长了哈。然后因为它这个毛太长了，不好看。它现在那个型苗
很好，所以你还要再修。嘿，嘿子，这边太长了，脸这边太长了。然后因为你身上剪完之后，我们才能再把这个头型再配合到身体。嗯。大小要去配合身体，嘿嘿。这里都是斜弯过的，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是这样子、嗯，但是你一定不是直角嘛，所以你在这两个交界的地方有点小圆弧。嗯哼，好，你不能推太进去，推太进去刚刚讲过那个就变太短了，所以你是在这个平面，嗯，懂吗？懂。嘿，你很坏哟、哦，嘿，嘿。嗯，哦，嗯，这个在做细修，这下次再教你。好，这比较细的地方在这里面。好，先把它的眼睛解一下。嗯，这个没有弄好，那个眼睛常常都会，哎，都会受伤。哦，那刚刚眼睛那边就，嘿，孩子，嗯，危险哦，哎。哎、嗯，转之后，然后这边可以这样稍微倾斜一点转，有没有？倾斜一点就是这边就会比较短，嗯，就是变成这样圆弧下去，好，懂吗？下去。对啊，你这样子过来之后。嗯，这边不能这样整个凸出来嘛，嗯，你一定是这样接下去，有没有这样一个弧度？嗯，所以你这时候剪刀要这样子，嗯，懂吗？然后你看一下侧面，是不是变很长？对，哦，侧面，嘿，要这样子，嗯，有没有这样子？我看懂了吗？然后正面就是要拉长一点哈，这边还没修，这边还没修完哈，就要这样很长。懂吗？椭圆，长的哈，嗯，好，明天要剪了哈。好。